镜载歌载舞。31岁的男子长相酷似马云，虽然不是大陆首富，但身价也不凡。参加相亲节目，直接秀出8本房产证。这是一个，你来看，户口本房产证。他的房产证引起全场议论，被质疑根本就是炫富。那你带这么多房产证的目的是什么？是要炫耀吗？我根本没有想炫耀，这说明我现在的资质，我现在这个资质已经可以到这个程度。还有女律师犀利提问：我结婚的话，你会把女嘉宾的名字加在这8套房产下面吗？如果我在8个房产证上写上你的名字，我觉得会造成一场婆媳之争。男嘉宾强调，8套房产有4套是母亲送的，另外4套靠自己努力赚来。他的重量级证明虽然令人印象深刻，但终究因为价值观跟喜好跟现场女嘉宾不同，遗憾离场。就算8套房产证，也难以打动芳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